请无上法王莲生活佛，佛驾香港传。新上师，我刚刚提及到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这包含了梅南加拉、香港、马靠跟了台湾。我说如何超度你们呢？他说替代，在我这么晚上几个小时之间，两点睡，四点醒过来，其中的两个小时全部被车子撞，火车碾过，到水底下没办法呼吸，在火里面烧成烤焦，一切的痛苦场面，身上也流了血。白天花王就是香格里拉净土的第二代国王，
而白莲花王也就是大白莲花童子，无二无别。啊，告诉大家，这里面藏着一个秘密，到底香格里拉在哪里，香巴拉净土在哪里？告诉你，就是西夏王朝的党项山，香格里拉净土的国王，在里面全部都是修行人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聚会，等于是家族的聚会。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成佛，全部都叫成华光佛，全部都是华光佛。感谢我们在座每一位，让我们今天的气氛达到了最高峰。